生活物资和灯塔能源分别放置。是，队长。物资运输中，能源优先入库，药品、食物请走冷藏通道。喂，还不赶紧过来？怎么样？想上来玩会吗？ 别开玩笑了，赶紧下来！啊，四零六八，哎，你小子怎么会在机甲里呀？怎么样，想猎荒者吗？哼，看把你给嘚瑟的！刚才多亏了这小子了。嗯，就你那熊样还猎荒者，赶紧过来干活吧！嘿，你还瞧不起我你？喂，快下来，被绿教室发现，你就完蛋了。行了，知道知道。 要是能进猎荒者，我肯定比马克更威风。嗯哼，科里的情况不太妙，他的伤势太重，风险也不够，医疗所那边判定他无治疗价值。先拿我的顶着。那你怎么办？干什么？放给我！啊！你还想威风？ 我没找你麻烦就不错了，要不是我，你们能带回这些物资？什么？我看你这小子是活腻了吧！啊！喂，是何工程，他们怎么来了？ 行，四零六八，你们为什么打我？怎么会是小人？喂，你们，别过去。